我先去办账，明出来人我出来。不是，人那是你错怪。因为我听讲，恁高老三某咧接受的代志泄露出去啊，我就惊讲，会拄着会去家己手走，我就手先一步去追着来接过来。张博士，这摆影响随应该唔知啊，是你甲建议出来，你赶紧离开，这样代志莫牵连到你。 对啦，你紧走，紧嘞！我知影五五集团出来查，甚至唔那干那一个。 想不到我搁安怎想都想袂到，迄偷咬布袋鸟鼠，竟然是你！阿姨，是你，但是死人这个回事，你敢唔敢抓？你竟然做出这背过的代志，无猜，我拼死命在挨面头前，替你挂保证啦！阿姨，你来甲我拍，做唔到代志人，阿唔是我。你声声久久甲我挂保证。 讲你要甲酒囊顾掉掉，讲以后袂阁发生即款代志，结果呢？一届比一届更加离谱。这就是你顾掉掉的结果啊！既然安尼，这条你就爱担，我无怕你是要拍啥？阿姨，遐你受气人是我，针对我就好啊。你拍过，我会更加艰苦。你会艰苦？ 我对你敢无好，你煞安尼来对待我，真正艰苦的人是我，你知影无？是嘞啦，我只是，我一直在保养你，你煞调节我的耐心。今日我若无甲你拍醒，明仔载唔知会阁做甚物代志来出卖我勇敢。好啊，咱都跑啊！这是我干的事，你当地遐创啥？向导，我现在想。 男人是色狗，含害阮。张博士以教务时要借你痛苦，伫恁这个家，还佫有良心佮正义两边为难。超越，这是我的家来事，我来应付，你莫插啊。我哪有可能莫插？我无可能目睭金金，看你徛伫遮去用拍，去用骂，做甚物拢无做？你只是照你家己的良心，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就因为这个选择，违背领导的人意愿。 你就踮伫遐徛伫遮去用拍去用骂来，你看你家己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有看到无？你这个宝贝小弟根本就唔知影什么状况嘛！啊，听人讲，伊足亲像伊爸爸的，啊，伊规条心哦拢撩落去啊，啊，甲生奶规句啊，伊事事项项拢挖去伊边啊，啊，就算我食到这岁数，唔捌拄过感情的代志，嘛袂应该安尼轻松轻假呢啦。阿姨。 请你注意你家己的身躯甲地位，讲话要有准则。你该较有准则的，伊的身躯边有人甲疼惜，你拢唔知影要撇嫌，你是以什么身份去甲人客笑的？曹燕不是你讲迄种人，我是表达一个时代对新时的疼惜，你去做时代，你安尼敢忽略啦？ 你讲些啥话？拢是因为你，伊要安尼做，啥物代志都无要参详，你阁好意思甲伊大细声，你头壳到底是啥啦？妈，那你即摆来遮做啥？Rosa已经给伊带去检查过呀。 是你林夏玲之前，我较好阿听，把感情拢抢走，都无我的人格。这个代志甲伊无关系，是我大主大义把罗莎带来遮的。阿林之前嘛无离开关系，你莫哦，我袂看拖了。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替伊讲话，明明是你林夏玲，反背我，反背妈。 明明知影把志玲交予陈忠实，我。
掉林子谦，人家对人都不爱多。戴老师，你今嘛意思是讲林子谦先搞乌纱扎落来，然后再去搞张博士？是啦，这林子谦哦，唔知安怎啦，可能是有啥物美人计哦，甲张博士鬼人拢搞起。你唔通看张博士啦，道貌岸然，人模人样啊，啊结果林子谦凊彩甲伊奈只哦，伊嘛是会幸存的啊。卖话啥你乌白讲啦，林子谦哦，甲这件代志点么关系拢无，自头到尾拢是我的决定。相公不是，我明明看到林子谦在你的办公室跟你暧昧，还讲你交往，你嘛承认你是伊的男朋友，你竟然为着迄款袂见效的查某，出卖吴姐集团，出卖对你这么好的感觉，你今天就够了，你今天就够了。好了，蝴蝶，差不多就好啊，妈。自头到尾，我拢无讲到林子谦，你若赶紧讲林子谦甲这件代志拢无关系，我不相信。阿姨，刚我要救谁？你是要救谁？什么？迄个查某回名声，啊，甲态度已经足臭啊！拄仔咧机场的变数对对的时阵，伊就看袂出敢那蝴蝶甲陈东进有啥物无正常的关系同款，还佫有咧。阿姨，咱问的话，伊的回答都足无正经的。这款查某根本就扫酒钱，你上好卖介有交差，若无你的名声又拍歹命。搞好遐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啦。所以进前我毋是一直咧提醒你，千万千万唔通让港英团的身体基地控制你的行为。啊，不过各位话你敢有咧听？启宏，你是个位的亲人。你是我江湖的小弟，我无想要你变成江英团。我无听唔对吧？凯勇是第一讲啥？伊讲君南是凯勇，佮讲凯勇困伫江英团身体内面。你到底是第一讲啥物？清清楚楚啊！你免想讲继续搁污蔑我，今日你另外给我一个。阿姨，俊南确实是启勇的本人。你先冷静下，听我好好解释。我会记迄三年，你伫第一调查。当中认真假新闻，无唔对啦。当我发现代志有问题了，总算给我调查出来，原来江中林伊真正的目标是要毁掉咱江家，所以我本来想要利用江英团来威胁江中林，来逼伊替启宏化解宿命，结果阴错阳差去救到。想要自杀的江英团，所以你就用启宏当时还未成熟的晶片技术，把启宏的意识放在江英团的脑部。啊，你要安尼做，敢有经过恁爸爸的同意？你真正欺笑啊！我不准你安尼做！好啊，你做相当无用做事嘛！你有看到无？什么启宏医生的传说啊？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啊！你若亲手断送伊的性命，我保证你后悔一世人。我当然有经过爸的同意啊。迄阵啊，启宏的病情愈来愈严重，所以我才会起心动念，决定要利用江英团的身体来代替启宏。阿姨，是的啊，我不是调岗在问你。当初我真奇怪了后，才知影爸心脏病过身啊。迄个时阵，江家真乱，伊甲顾宏达
爱处理爸的后事，我的分心哦，稳定公司。除了我惊你不相信以外，我惊你哦会怀疑我甲哥有疑心。我真正无反背你的心思，可能是江英团的一些影响，所以我才会一直做出保护江超越用鬼口罩的代志。原来你的意思，并无完全控制江英团的身体。启勇，你真正是启勇？千真万确。无怪我常常感觉你甲启勇真同款。原来姜家教我，只摆阁好好活在遮。虽然你爸爸早一步去天顶做仙啊。他虽然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感觉足欢喜的。阿姨，我一直无机会哦，感谢你一当年哦，你对我的照顾。所以这几年来哦，我一直偷偷用治疗少怀的方式来报答你。希望有一天哦，会当让少怀完全复原，替你完成你一生的愿望。启勇这个秘密，你应该较早甲我讲的。那是我怎知影？凡事会当较早提防，启勇和江英团的意识，牵一个危机啊！伊嘛未有机会骗去江超越那边啊！阿姨啊，你莫自责啦！啊，我受江英团影响是事实啦，我家己无法度控制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那嘛是事实啦。啊，是我无才调，才会害阿姨你的官司可能会输去，我即马我嘛是足苦恼的。这嘛不是你会当控制的啊，我嘛不是无捌当的人。啊，既然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咱就想办法来阻止。这件代志失去控制较要紧。你敢找到控制江英团身体机制方式？坦白讲，迄药的剂量已经加倍啊，也是压袂掉。啊，若无就袂发生今仔日的代志啊。也毋过你愈来愈无受控制的行为。确实会对姜家造成危机，咱动作就要较紧的。啊，若无江英团的存在，就敢产生一粒不定时炸弹。俊兰，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三思，至少要来找我讨论啊，莫阁安尼大做大。产生今日代志，若阁发生一届，阿姨就无法度留你啊，必须要把你送回去泰国。你有听到吗？其实啊，上应该跟你说道的这人是我。不管你这边啊，是不是真正有心要跟我斗三工，还是讲你是为着要跟陈东升那个注册对头，我赶快拢爱讲啊。这回若不是你斗三工啊，阮迄时可能无法度这么顺利度过这难关。所以我也是。要真心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你无必要安尼，我唔是爱你感谢我才做这个代志。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我该当爱讲的话啊，我嘛是都爱讲。我陈忠诚啊，做代志一环真两环两。进前伊甲陈东军一直去做母爷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当时我的金孙无去。我有威胁你，我甚至想要把你子宫摕掉。当时我有甲冲锋做了是有较过头，所以歹势。这代志，我请你们当跟我计较，是的。你免跟我回事嘞，那是我家己做起来。我看人袂清，唔知影陈东俊的情面无？为着要甲伊做伙。我做足侪足侪伤害大家的代志，迄是我袂晓想，是我唔对。既然今嘛你安尼讲啊，那安尼过去的代志，大家拢莫阁提起啊，你好不？好，莫阁提起啊。